刚才这个节目演得非常的精彩哈，对，让岳老师下去休息休息，歇一会儿啊，因为今天不比往常，嗯，啊，今天是跨年，是啊，时间要演得长一些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还有送东西的，你瞧瞧，感谢哈，嗯，还买东西了哈，是，哈哈，就你自己啊。您的意思呢？没别的意思。哦，我尽量别买东西。是。因为什么呢？您看，您买完东西，这东西往这一摆，嗯，您让没买的人多尴尬。您的意思，一人带一份过来？那没有那个必要。往台上扔。啊，这是听相声，这是上坟来了。就是少花点钱，那是啊，您来买票听相声就已经很对得起我们了，支持我们的工作，啊，感谢大家伙儿，嗯，啊，这个时间呢，我们这个时间段呢非常的尴尬。怎么尴尬呢？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尿点。听相声听出尿点来了。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嗯，大家可能膀胱已经快炸了，嗯，也搭着我们说的太利尿了，嗯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时间段呢，大家伙儿该上厕所上厕所。对啊，让岳云鹏多休息一会儿。人家下去多累呀！啊，下去喝口水。嗯。啊，您就上厕所。嗯。所以说我们，我们说相声这段时间呢，啊，就是岳云鹏喝水，观众上厕所的时间。呵。谢谢您啊！快去吧，岳老师张着嘴等着呢。没听说过。感谢大家伙儿。嗯。上台来呢，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哎，让大伙儿认识一下，啊。这是规矩。对。我的名字呢叫孟鹤堂。是他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。谦虚了。啊，没有必要鼓掌。嗯。真的没有必要。真听话。没有，真不需要，真的，嗯嗯，不，嗯，不要。不要就不要了，你犯什么浪啊？没有关系啊，嗯，大家伙儿，你看啊，真上厕所了。对，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，逗着玩儿，逗着啊，祝你们成功。嗯，也祝岳老师成功。嗯，要上厕所，你快点回来啊。嗯，我们说的还行。你管着管不着啊你？催催他们嘛，对不对？介绍完我了，嗯，得介绍一下我的搭档。我啊，这是我的搭档。对啊，大家伙儿可能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还有认识的呢。啊，认识的其实就没有必要介绍了。您都认识我了。但是不认识的怎么办呢？您得给介绍一下。您最好问一问认识的，好不好？您先等会儿吧。这样节约时间呢。对了，您拿我着不啊？那得介绍一下吧。您得说呀。自己说，哦，自我介绍，自己介绍一下啊，我叫周九良，大伙儿都听清楚了吧？嗯，你瞧瞧，你听着，长着这是真不用，对，这是真不用，你损不损呢？啊，大家都听清楚了他的名字，嗯，非常的好听，嗯，叫周狗粮，还好，拿这个狗粮老师来说呢，您先等会儿，非常的棒，您先歇会儿吧，怎么了？您说什么粤语啊？什么时候说粤语了？这谁叫狗粮啊？那字念什么？九。他叫周狗九。对，周狗九。哪个字错了？那叫什么呀？狗九不对，叫什么？周九良。周九良，周老师。老师不敢当。那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，捧了。在德云社来说，人家也算是这个相声表演艺术家。不敢。您说那是岳老师。自己知道就行。哎，你有人话没有？反正说的不错，也一般，说的非常的好。是吗？拿我们哥俩来说呢，合作很长时间了，有年头了。今年呢，嗯，马上就步入2018年了。对，我呢是2008年加入的北京德云社。哦，啊，这已经10年了。你瞧瞧，转瞬即逝。嗯，10年里呢，嗯，我在德云社也非常的开心。是吗？在德云，拿德云社来说，嗯，拿德云社来，拿德云社来说呀，德云社真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。您在德云社让谁侮辱了是怎么着？确实在德云社我经历了不少。
哎呀，您都经历了什么呀？真是我们德云社真的干嘛特别的好。怎么好啊？从来都没有什么勾心斗角的事儿。哎，他说的是实话。确实师哥师弟关系都特别的好。您是跑这儿领奖来的吗？确实关系不错。对，师哥从来都不欺负师弟。行了，拿我来说，我身上没有伤。你给我撂下，撂什么大罐啊？您这儿就是关系都特别好。对，那德云社来说，真的，我们特别开心，在德云社这么多年，拿我师父，咱师父怎么了？身体特别好。大喘气呢，身体特别好。拿我们这个师兄弟关系来说都特别的好。哎，你像我们来说呢，在德云社来说算是师弟了。哎，师弟呢，就是学习状态，向人学习嘛。有的师哥已经出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家挣钱了，对，对不对？人家，你像我们来说呢，给人跑跑腿什么都应该的。你像有的师哥，人家不敢抛头露面，怕外边有摄像机。对不对？少提这个啊。就是别坐电梯就行了。怎么还提这个呢？现在你像我来说呢，我是师弟，哎，人家给师哥跑个腿都应该的。对，对不对？外边太危险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有的时候师哥后台的那个师哥给10块钱，去出去干嘛呀？帮我买盒中华，剩下钱是你的了。这还剩得下吗？您说这是谁呀？这是岳云鹏。老抠了，就是小气呀。太抠了这个人。那个大屁股脸，我的天哪。什么叫大屁股脸啊？中间画一道就是屁股。不是，您有点糟践屁股了。说话不要这个样子，不能这么说哦，对不对？人岳云鹏怎么火的？这么多年哦，人那叫树叶过河。怎么讲？全靠那么股的浪劲儿。人家演得好啊。是吗？人现在在北京，人家挣钱了哦，对不对？人在北京，人挣大钱。买房哦，买车。我们从来都不嫉妒。对，我就喜欢你这个表里如一的状态。他是守口如一。你确实人家挣大钱了，对不对？你成名立万了。人现在也有时间跟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呢。有人说小莫走，请你吃饭。岳云鹏请我吃回饭呢。那怎么了？好家伙，我们家祖坟烧什么高香了吧？请我吃回饭，去吃烤串。一进屋点了8瓶啤酒。2串羊肉串，这够谁吃的呀？我们俩撸的那铁签子直冒火星子呀。您就说吃铁签子就完了，嘴都撸黑了。呵，8瓶啤酒全让他喝了。我一口没喝着。是吗？好家喝多都吐了。这还喝多了啊？喝多了，好家出门撅那就吐了。哎呦，您琢磨那大屁股脸，撅着一吐，是跟蹲着拉似的。呵，我说你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可以了。喝完酒我送他回家吧。咱们师弟呀，对不对？开车送他回家。是。他不让。怎么了？我开。酒驾呀。他非要开。这可不好。这不是膨胀吗？这不是。在北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呢。这已经触犯到法律了。还有酒驾。那怎么办？我师弟我不能说什么呀。管不住他啊。一上车开了。您先等会儿，这是开的车，是骑的兔子。什么兔子？怎么好车开车了。是一上车，岳云鹏边开边吐。是怎么边开边吐？他说开着车呢，一挂挡给猛了。
呗。哎呀，这就吐了，这就流了啊。嗯，流了，他不低头。为什么不低头啊？因为他觉得像屁股。一拐弯呗。喝的太多了，前面有一红绿灯，一脚刹车踩住了，都酒驾了还等红灯呢。呗。哎呀，等灯的时候旁边停了一辆车。嗯，车里边坐一个小姑娘。是啊，长得还挺漂亮。哦，还不忘拿眼睛瞄人家呢。你看这是正事儿，这是你想呗。哟，这是吓唬人呢。也家离家近是吗？啊，一拐弯到家了。人小区保安非常负责任。嗯，先生出示一下您的停车证。外车不让进。云鹏摇窗，滚蛋呗。人一看喝成这样，赶紧进去吧。都认识他。一进小区停好了车，我一下来赶紧下车吧。一开着车门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味儿啊！干嘛？哎，弄出来这身上全是。哎呀，这一招风啊，酒劲儿上来了。嗯，哦，呗。我说你低着头。对呀。不，呗。我往下摁头，我说你低头。嗯，不，呗。来一大喷泉。改了高射炮了。好家伙，喝完酒之后闹。怎么闹啊？嗯。嗯，你管犯贱叫闹是吗？我要小姐啊！您先弄会儿，死不死啊？喝成这样要小姐，这不浪费钱吗？不是，不要好像咱们经历的很多的样子，好不好？这道德沦丧吗？这不是你要什么小姐。嗯，你看我像不像小姐？对。啊，不是解小手啊。解小手啊，撒尿吗？不就是。嗯，都喝成这样你别讲究了，那边树坑尿吧。啊，云鹏过去夹克这拉链咔一打开了。是。哎哎哎哎哎，等会儿。哎，去，这就别抖了了。拉链拉好了。嗯，回来还跟我说呢。怎么样？今儿凉啊。怎么凉了？我裤裆馊的很。哎，他要不尿呢。我说赶紧上楼吧。嗯啊，给他弄楼上去了。到楼上好家伙，一进屋门打开了，进了屋衣服全给他扒了，往沙发上一弄，睡吧。是。一进屋，一进卧室，好家伙，嫂子都睡觉了。哦，都几点钟了？嗯，半夜两点多钟了。家人睡得都早。嫂子都睡了。嗯，好家伙，睡的。嗯，哎呀，你馋了是怎么着？你咂摸什么滋味啊？看看呗。这看什么劲呢？好家伙，嫂子这睡的，哎呀，睡得满身大汗呐。哦，家里热呀。你还别说，这几个大汉我还都认识。哦，啊，有孙悦。你可以行了。有烧饼。哎，可以行。还有于谦。于老师那么大岁数凑什么热闹啊？赶紧赶紧往外请，趁他醒了赶紧走。赶紧往外请。哪个大汉啊？啊，哪个大汉啊？哪个大汉？满身大汗。对了，热。哦，热。你就这么听就好像是那样的。嗯，啊，岳云鹏就是热流的汗。其实他知道不知道？不是那个英文名约翰，不是，那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媳妇儿不有一个外号吗？那什么外号？不是约翰吗？不是吗？没听说过，还接客呢，那什么？哦，哦，不是那么个名字哈。嗯。啊，岳云鹏心里边难受。嗯。出去溜达溜达。出来出去呢？出去溜达溜达。嗯，酒醒了。不在家待着了。刚才家里边太闹腾。哎，啊，出去溜达溜，走窄胡同。嗯，找什么地儿？足疗。哦，足疗边上有一个灯。嗯，那个灯跟理发店那个灯差不多，
就这么转的那个。哦，但是比理发店转的要刺激。这灯转出刺激来了。云鹏就看这灯啊。啊。嗯。干嘛看着灯它震动开了是怎么着？主要灯边上有一玻璃门，嗯，里边坐一大姐，嗯，穿的比较简单。怎么还简单呢？穿了一条一分裙儿。哦，什么您呢？一分裙儿啊？一分裙儿啊？一，您说扎一皮带不就完了吗？对了，人有穿一分裙儿的吗？大姐呀、啊，啊，扎了条皮带。哎，对了。上身穿了，上身穿，上身穿的什么？嗯，吊带儿。哦，嗯，就这儿这么吊一条带儿。对，嗯，这是吊的鞋带儿啊、嗯，拴这裤腰带上了。呵，往那一坐，你瞧瞧，云鹏那看灯呢。嗯，说的他好单纯的样子。看灯，一看着那大姐了。嗯，哎，得，大姐那坐着呢。哦。来呀、嗯、玩会儿，来呀玩会儿啊，您先等会儿。不是，这是一大姐，这是一大爷。大姐谁玩谁呀、啊、这是、嗯、反正喝多了对不对？来呀，呵，好玩，进去看看吧。嗯，进去了。哦，进去之后，人家那个前边是一幌子，后头呢有房间，嗯，建立一个走廊，是，哎，两边呢一间一间的房子，嚯、哦，啊，都是小门、嗯、一进去之后呢，我是不是说的太仔细了？就仿佛到你们家似的。听说过，啊，进了那个门之后，啊，屋里边四面没有窗户，嗯，中间有一张小床，哦，上边呢有一个小粉灯，嘿，一看就是正规的，因为有一个粉灯的标志。那关上门，嗯，大姐把这粉灯关了，关了灯之后，嗯，第二天早晨呢。那天等会儿，关完灯第二天早晨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不是，关完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派出所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刚关完灯，外边警察查房。哦，当当当，查房。云鹏一听，啊，嗯，我的天哪！可以了。查房？嗯，我这说不清楚了。是吗？我是来捏脚的呀。哦，足疗。好家伙，我这怎么说呀？大姐还扎一皮带，我说没法说了，藏哪儿没地儿藏啊？那怎么办呀？一着急趴墙上了。趴墙上了啊？目标小一点啊。哦，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。一进屋，那女的床上坐着呢。你干什么的？哎，捏脚的呀。脚呢？还没来呢。等脚来，赶紧这个带走，这就带走了。带走。嗯，那还真没看着他。嗯，警察一回头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看见了。这还一个，来带走，这也带走。你再看岳云鹏。嗯嗯，大哥怎么样？壁虎也抓呀？嗨、嗯。你看是不是？嗯，少喝酒，急中生智啊！我师父说那么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是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哎，这是老话。你拿我师父来说，人家不喝酒。哎，这健康，从来都不喝酒。对，喜欢喝牛奶，这是个好习惯。每天早上起来要喝牛奶，补水又补钙呀。但是有一天喝牛奶还受伤了，喝牛奶怎么还能受伤啊？喝一半牛坐下了。哦。哎。作死呢是吗？这不是作死，牵一牛撅那儿喝。你琢磨他那个儿还用撅着吗？嗯。喜欢养生，嗯啊，拿我师傅来说，喜欢养生是没事，运动运动，打打篮球，这都是爱好。您先等会儿。拿我师傅，嗯，
咱师傅还打篮球。嗯。哦，这是个冷笑话。怎么会是冷笑话呢？不是，先生，这个头咱们说，咱别提这个啊。人家控球控得好啊。哦，这叫什么？在场上这叫什么？叫组织后卫。哦，他比较灵活啊。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？嗯，带球钻裆。是。场上那些个球员都追不着他，啊，找不着他呀。郭德纲呢？呵，郭德纲呢？可以了，哪去了？回来。哎呀，回来！你看你忙，你还忙着，你还……哎，先生啊，您要不打算干，不要连累我。我还不想客死他乡。没有关系啊，下个礼拜今天您还来干嘛？还来呀？下个礼拜今天就是我们哥俩的头七。对，好，今儿就死这儿了。你就非得死在这儿不可。嗯啊，那我师父喜欢运动。嗯啊，这都是爱好。哦，那他也有爱好。对啊，你像刚才说的他，你看他这岁数不大。嗯，喜欢养生。哎，养生好啊。啊，您岁数大了都成老艺术家了吗？嗯，对不对？找一找那个哪会儿有养生的地方。嗯，百岁村。百岁村，上那个百岁村。是啊，有那个老头。嗯啊，岁数都不小了。哦，一进那个村子，你看那老头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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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那躺着呢。您先等会儿，车祸现场是怎么着？车祸现场躺一排呀。村口那躺着呢干嘛呀？晒暖呢。哦，晒太阳啊。都这个状让太阳晒一晒，都这个状态往那一躺，一看岁数就不小了，是太大了啊，皮都耷拉了。嚯，沙皮是怎么着？过去问一问嘛。哦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，您先等会儿。什么便宜都占是不是？您是喊头一声没人答应，又喊第二声是怎么？我怎么那么贱的哼呢？哦，你以为呢？老爷爷。你看这回多好，他齐呀、啊、这回。您高寿了？多大岁数了？啊，没听见。一看岁数真是不小了，是眼睛都睁不开了，耳朵沉了。您高寿了？嗯。啊，还小呢。多大岁数？哎，120了。嚯，120岁，120了。啊、嗯，问问吧。是，你怎么还没死呢？你怎么还没死呢？是帮你问问吗？不是帮我问问。嗯，不是你，那怎么问呢？您有什么长寿秘诀？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？哎，平时都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啊，就这晒着。就这晒着，就这晒着。您平时都干什么呀？嗯，什么都不干。什么都不干，就这晒着。这老头太阳能的。不抽烟。哦，这是正题。不喝酒，烟酒伤身呢。不近女色。行行，人听着呗。就这晒着，光晒太阳，什么都别干啊。嗯，干什么呀？是都容易死啊。这晒太阳不容易晒死吗？就这晒着。哦，那您平时吃什么呀？哦，饮食方面有什么忌口吗？什么都不吃。我说他是太阳能的吧？老头充电来了。就这晒着，不吃肉。哦，肉它油腻，那吃菜呀？不吃菜。嗯，就这晒着。好家伙，您得吃点什么呀？怎么活下来呀？小米粥。哦，喝这个流食。就喝小米粥。嗯，什么都别就。是啊，咸菜都别吃。是，吃咸菜容易死。
就喝小米粥。嗯，干了，一天三顿小米粥。还喝三顿呢，早上小米粥，中午小米粥，晚上小米粥，这听着就刮油啊，一天三顿小米粥。哦，然后就晒着，那可不光晒着了吗？好家伙，那太无聊了，您这个。嗯，那您现在有什么愿望啊？有什么想法啊？我呀，干嘛呀？我想死。哎呀，就这生活早该死了，活太大岁数也不是好事。哦，这是他的爱好。嗯，我爱好不是这个。您喜欢呢？啊，我平时你活那么大岁数没有意思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嗯，平时活在当下嘛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就是活在当下。嗯，世事无常。您是个坐骑呀。我做什么记了？废话，什么叫活在当下？对不对？世事无常。嗯啊，及时行乐。哦，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。是。那、啊、平时我没事喜欢听听音乐。哦。啊，你比如说玩一玩什么？愉悦身心。啊 ，rap。rap。啊 ，hip hop。嚯、哦。还有什么叫？哪个叫什么什么什么 b-box？ 这些您也会？啊，那 b-box 我还凑合一点。哦。啊，那您给大伙儿来一个 B-box 我还凑合。是吗？啊，这 B-box 最早我听的是谁的？嗯，洛桑。哦，那会儿人家不叫 B-box， 那叫口技。哎，中国叫口技。啊，人家鼓声跟咱们现在那个 B-box 不一样。嗯，啊，人那个是嘟嘟子大子嘟子大子，是这个样子。哦，比较简单。嗯，嘟子大子嘟子大嘟子个大子个子个嘟大子个嘟子个大子个子个嘟大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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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真不错，人那会儿就这叫口技。您要没有这个挠门的动作更好。那还吹那个小号。嗯。嘿，那会儿这叫什么？这叫口技。嗯。那现在不就现在叫 B-box 了？是。拿嘴学出那个乐器的声音。您会吗？给大家来一来 B-box。好啊。注意了。嗯。怎么样？练了好多年呢。好，嗯，好。怎么了？好，屁劲儿不小啊您。什么叫屁劲儿不小啊？废话，这是单音儿。我这是单音儿。啊，单音儿大鼓的声音。是啊。啊，再来，大家来一个长一点的哈。好啊。嗯。就是连环屁。没听说过。北方叫嘟噜屁。谁踩着你肾了？好像串台了吧？没听说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就仿佛后面你后边站上了人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灵魂出窍啊！哎呀，别学 B-box 了啊！聊点别的，活在当下吧，还是。要听歌？嗯，没事听歌啊，可以给大家唱两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两句。啊，因为今天时间问题哈，只能唱不了太多了。嗯，啊，唱两分钟，好不好？这就不少了。啊，就唱两分钟啊。两分钟。两分钟。好啊。因为我就会唱两分钟。嗯，快来。再给我两分钟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等会儿，赶紧退票去吧，快去。还鼓掌，诈骗呢？这不是诈骗。喜欢唱歌，嗯，但是你从歌曲里边能听出来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什么呀？有一些歌曲它不合理。哦，怎么不严谨呢？比如有一首歌我就听特别有意思，那个《小镇姑娘》。嗯，是啊。啊，一唱这样的，啊，还记得多年前我们手牵手，你的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嗯，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不合理。
怎么了？还记得多年前我们手牵手啊，俩人手拉着手啊，你的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女孩子嘛，脸皮薄，低着脑袋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。怎么做到的？对呀、啊，你问谁呢？我觉得这首歌不应该叫小镇姑娘，应该叫什么？偏瘫姑娘。为什么叫偏瘫姑娘？低着头怎么看星星？嗯，只能这样。呵，对不对？改来怪物了啊！这不偏瘫姑娘吗？嗯，像这样的歌曲里边有问题的、不严谨的歌曲太多了。歌词当中不严谨。汪峰唱了一首《春天里》。是啊。如果有一天我将要死去，请把我埋在那春天里，春天里。人唱的多好啊！不严谨。这怎么了？他非得要埋春天里。嗯嗯。首先来说，我不得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死的吗？你要秋天死怎么办？还得搁半年呢。那不臭个屁的了吗？您最近是在火葬场兼职吗？那倒没有。管着管不着、啊、你说这种歌曲是不是不合理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太多了。是吗？啊，您现在那个有这么一首歌啊，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啊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背对背怎么拥抱？来，你给我抱一个我看看。你躲我远点。俩人抱一块这不成烧鸡了吗？哎呀，烧鸡还不行，烧鸡得把腿插进去，那叫烧鸡。您是深受其害呀。那么不合理。嗯，还有这还有还有那首歌，唱着唱着歌，我听我都不好意思说啊，唱歌什么呀？吃屎。不是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你听听哪首啊。为你写诗，为你为人那玩意儿干什么？您先等一会儿。我的天啊，不是，哎，哦，难以下咽。我的天，干嘛勾起你食欲来了吗？我给你更正一下啊。怎么了？为你写诗啊、哦、人家是写诗，不是歇屎。拿碗接好了，插一管来嘬，不是。不对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嗯，那人这歌没有什么问题。是啊，对不对？还有首歌，那个您差不多了。光凉，您穿上点啊，你光着可不凉呗。歌手光凉，歌手我知道是光凉。嗯，有一首歌叫《第一次》。嗯，里边有这么一句不合理。怎么呢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、oh.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。你解个手鼓那么大勇气干什么？哦、oh. 对不对？嗯、啊、是是不是？嗯、还有后边哦、oh, 第一次你靠在我的胸口，24小时没有分开过。24小时没有分开过啊！大哥，你是被点穴了吗？嘿，跑这儿练玉女心经来了。各位，我10分钟拉泡屎腿都麻。谁说你了？24小时没有分开过。嗯，我的天，太奇迹了，我天。嗯，你看这些歌曲，这歌曲还是有意思。咱还是别听歌了。嗯，你看这听歌电视剧。哦，看没事看看电视剧好。电视剧里面主题歌。对吗？都喜欢。嗯啊，好多电视剧，你比如说那个刚才说那个西游记。嗯，西游记唱那个主题曲。是啊，不是主题曲，有一首歌叫悟空。嗯，刚才岳云鹏唱了。是悟空那个歌太好听了。嗯，我大家再唱两句好不好？好啊。我要怎么了？您唱完那俩字儿不要淫笑好吗？
您说您唱完了，我要你台底下观众给不给？那会儿，够了，对，给俩嘴巴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要，这铁棒要何用？我要这变幻要如何？还是不安，还是低潮？金箍当头，欲说还休。真好听。这一棒，叫你灰飞烟灭。响彻云霄，好听。您是，您是大海上开摩托车，怎么了？浪的你嘟嘟的呀，特别的好听。不知道是我啊，真的特别的好听。哦，你像我们只能研究研究这些歌曲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像我们这样的演员，其实呢，啊，很年轻，但是实力还在。啊，没有多大实力啊，实力还在。因为什么？你看大家伙，你看刚才我已经唱的也确实不错哈，哎，确实不错，啊，我们，开啊，那人家那拿岳云鹏来说，人家这是人家的主场，哎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是给人捧场的，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咱买票来了是怎么着？他们捧场呢？怎么？我们是给人掖场的，对不对？助演，所以说我们呢就便宜。便宜呢，你们就是尽量趁着便宜赶紧听，啊，你说不上哪天我们说着说，我们没准也，我们也火了，我们就死了。说相声说死了，因为像我这个风格的比较少，哎，容易被弄死。让你嘴欠，那你还咱还是说，有的时候喜欢电视剧，嗯，因为刚才说《西游记》，他又来回来了，啊，《西游记》里面有几个主人公，嗯，啊，有这个。唐僧，对，孙悟空，没错，猪八戒，哎，张飞，是，歇会儿，怎么还有张飞呀？啊？谁来着？小猪佩奇呀！嗨，小猪佩奇干嘛呀？谁？那沙悟净 啊！沙悟净，还有一个白龙马。嗯，其实白龙马这一路是最辛苦的。哦，啊，还有一首歌就是给白龙马唱的。什么呀？啊，叫《伤不起》。您这胡说八道，这白龙马唱过这个歌？唱过呀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我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，良心有没有？你的良心够叼走，我一走就是几万里。白龙马唱的吗？您又串台了，知道吗？串台了吗？我刚知道这白龙马是一 MC 白龙马。MC 干嘛呀？今儿主题歌是最好听的，啊，行，传唱度最高的，嗯，啊，传唱度最高的。嗯，刚才那个我听岳哥也唱了哈，是，但是我没太听清那个词儿哈。哦，那个前他没有前奏，我给大家唱一唱这个前奏，因为这个前奏啊，很能勾起我们儿时的回忆。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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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你牵着担，你等会儿，多疼啊！这玩意儿，怎么了？你还是不要活在当下了，挑着担。哦，对不起，唱错了。你挑，是挑着哈。嗯。
你挑，但用挑着吗？倒是没牵着过瘾，好像说破了之后唱什么都不对劲儿呀。你挑着担，他说当年好困惑，迎来日出难取舍，踏平坎坷成大道，这样生活到……我好像看错电视剧了吧？你们家有电视吗？这不都给他们买票用了吗？好啊，那个，哎，女儿国，哦，有这么一集，其中有那么一个桥段记忆犹新哦。那女儿国国王唱这么一首歌叫女儿情，唱起来唯美动人，给大家唱两句好不好？这好快，来吧，这一宿净等这个了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儿美不美？玉帝哥哥，叫唐僧呢，留下来睡觉好不好？这是女王啊，这是原文呢、啊、是吗？原文就这么写的、哦、你再看唐僧，嗯，阿弥陀佛，高僧大德，来吧小宝贝儿。